天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尽管灵石还拥有力量，但世上已无女娲。灵力回收后，即可原地升仙。自我上任以来，接手上百颗女娲石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别给婷婷吃回扣了，我分一部分灵力给你们，你们私下教我修炼成仙，成交。人呢？我还要在这里圈一块地，盖间大屋，再开个园圃，种棵梅树，辟块瑶池，养只鱼龙，最后养一匹天马，手把手教他偷蟠桃。该醒了。不是念你初来乍到，凭宴会上的举动就够把你打入天牢了。我掩护你。那位仙娥与他感情深厚，我可以救过来，你牵着灵眼。这阵法哪里来的？他能复活人，对吧？我教你画，怎样？